哦，因去歪，然后因三三拢去中国，结果人中国北京习近平讲要插伊，伊嘛无要插伊啊！啊，我请教你，咱台湾人还搁咧一厢情愿吗？还要一厢情愿吗？咱来行出咱家己的路，咱来家己紧变做一个真正的国家，这才是对。无咱的后代拢足艰苦，咱即卖子孙出去外口拍拼，成本是贵人，平常爱加付出偌多？你包括咱台湾。讲一寡有法度培养出那诺贝尔得主，真正的诺贝尔得主，包括咱的运动选手，咱出去拍，咱就爱用中华台面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不是在给咱骗，还搁在给咱讲什么？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，伊变那是国家啦，咱现不能世界，咱就行未出去，变那是国家。当然咱也认定啊，但是不是这个中华民国，因为中华民国根本行未出去。讲台湾人家己爱拍拼，咱无否定中国人，咱也无否定中国。咱在意是台湾要变做一个国家，咱要行出咱家己的世界，啊，互咱家己的子孙啊会当啊有发挥，啊，会当发展台湾的整个的经济，这才是事实，不是一直去说的迄个中所谓中华民国中国的一个意识形态，这才是实际。啊，这是我要讲的，阮今仔的公道面，甲。台湾独立建国的大旗，阮所推动的就是解职抗清、台湾维新、台湾爱行出。台所有人不管你像咱即马咧生活，伫即个生活伫即个地球上也好，啊，讲咱即马伫台湾顶边，每一项代志拢甲政治有关的。你唔通包括你四方地都甲政治有关的啊！你像即马中国迄边沙尘暴，伊即马逼过咱台湾。你看台中乌干干，空气污染，啊，结果咧，因为咱不是国家，咱无法度提出抗议，咁是安尼，啊，这拢咱来承受，啊，这咁是中国伊爱改善的，啊，为什么讲一句咱个歹运？这内底个重点就是，你不是一个国家，你无法度提出一个对等的要求啦。哦，这是我要讲，讲台湾人家己爱加油。